Happiness Wellness Talk, where together we will discover how to live well. Hello， 今天是 Happiness Wellness 中文版的心跟小肠。心跟小肠在五行里面呢，对应的是红色，对应的是夏天，对应的是喜乐。也就是说，在情绪上呢，心跟小肠喜欢喜乐。但是中医也常常提到，中医养生的疗法就是中庸之道、平衡之道，所以尽量过犹不及，不要太开心，也不要太难过，就可以好好的保养你的心跟小肠。今天讲到心经的时间对应在12时辰里面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，那这个东西这个时间是午时。我常常跟我的朋友们啊、患者们啊都有提到，在夏天的时候养生最好的方式就是子午觉。我发现我一直在吃螺丝。 OK，子午觉呢，顾名思义就是透过子时跟午时这两个最阴阳交接的时刻，也就是说极阳极阴的时刻，去好好的养生，好好的休息，这样子才能帮助你呢气血充盈，气血能够在这段时间好好的补强。那小肠经是下午1点到下午3点，也就是12时辰里面讲的胃食。那小肠呢，在传统的文字里面谈到是偷看一下笔记，受盛之官。受盛之官也就是说，它是在这是素问里面谈到的，就是受盛之官，也就是以它的生理功能来讲，对应到西医在说的，就是小肠的功能呢，它就是在肠胃，不是肠胃，就是在你的胃大，就是在你的脾胃消化，脾胃肝胆消化之后，下一个步骤就是在吸收水分。那当然我们都知道现在医学越来越发达了，不是单单只有吸收水分、回收水分到你的人体内以外，它也有在吸收各种营养素。所以受盛，盛就是abundance 很多的意思，那它就是受盛的器官，它在负责吸收所有对你身体最有营养价值的东西。那对应到你的心经12点到1点，1点到3点，也就是说午时的时候，午餐的时候建议你多吃点营养的东西，补心的东西，任何红色的东西，例如草莓、火龙果、番茄，番茄当然是不建议空腹使用，会比较伤胃一点。然后各种肉类，就是红肉食物都是一些帮助补充你的气血，帮助你营养，增加体力的东西，都是一些对你的心跟小肠，增加你这个心人体最重要的体能的器官。因为我们常常就说心脏是最大的帮浦，它是它不能取代所有其他的器官，但是就是缺一不可，少了它其他器官也没有办法自行运作。所以这些方法呢，是能够小小保养你的心脏跟小肠的地方。那他们心脏是喜欢静的多于动的，也不建议在这个午时或是胃食的时候过度的消耗你的体力。那保存你身体的精液，也就是水分。那尽量不要出汗过多，伤心过度，流眼泪太多等等，都是可以保养你的心小肠这些水道系统的功能。那最后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也有提到的情绪问题，就是如果开心快乐呢，能够是心跟小肠喜欢的，但是过犹不及，太开心，太过的惊吓，太过惊喜就变惊吓了，所以这样子也会伤到心。那太过难过呢，太少，就是太少喜乐了，太伤心，
我们光这伤心这两字就已经顾名思义的会伤到你的心了。所以以上这些都是一些能够好好保养你的心跟小肠的方法，希望今天的中文 podcast 啊，不对，希望今天的中文解说心跟小肠的配对能够帮助到你，希望大家健健康康平平安安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